要更新的，那就是说大家票都投给现在的人。那我想讲一句话，那是不是上一次万一李登辉是主席的时候，你也就是李登辉？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一个好主席，真正能够带国民党走出困境的主席。选举到现在没有相互讽刺谩骂，没有彼此杀的刀刀见骨，国民党正面的能量叫做郝龙斌。你是不是听过他骂人？彼此骂来骂去啊，难听的话都出来。还有人讲那个想搞统一的你就回大陆去嘛，候选人又有这样讲了，你不要连累我们2300万人啊，国民党要变这个样。我想这个好妹妹讲的台湾国民党，如果这个样，那国民党会走出一条路来吗？所以我觉得有人跟你讲巩固领导中心，那个意思说选出新的党主席，我们就团结起来，大家都支持他，好不好？